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陈浩明啊，我的国际影歌友会啊正式成立了，很高兴在2012年11月30日成立的，希望你们多一点上来我的官网跟我多一点互动啊，我会经常上去跟你们聊天啊，说笑啊，谈心啊，做什么都可以的。还有现在你看到我了，就是一身长安女安独孤重平的打扮啊，希望你们呢有空的话也可以来探探我的班。